基本很熟悉，自己呢再过来锻炼，完了之后包括比赛都在这儿经历过，非常棒，很喜欢观澜湖。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观澜湖比赛的时候就是世界杯球场，但是虽然了解呢打得很少，是吧？对，但是今天世界杯的这个球场的状况特别好，看起来是非常非常让人兴奋。期待自己有什么表现。我是个高尔夫爱好者，并不是一个职业球手，所以希望能够战胜自己就好了。对，那么对有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奢望，希望能够享受高尔夫，对，而且跟很多职业的女子职业的高手一起可以学习很多。我经常看他打球，在电视上。完了之后呢，他是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也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可以让业余球手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职业比赛那种氛围跟气氛，还有比赛规则。那么对我们来讲，热爱高尔夫的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难得的机会，很开心，也很珍惜。好嘞，好嘞。